大家好，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时代在不断的更新，没有稳定的工作，只有稳定的能力。曾经我们可以以为一辈子的铁饭碗，正在慢慢的破碎。时代峰会机会，机遇与挑战并存。对沉浸在舒适区的人来说，其实是个囚牢。可是，对那些精进的强者来说，却遍地都是机遇。世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进步，你的停歇不前就是一种退步。唯有不断学习，不断投资自己的大脑和能力，才能在这个大江奔流的时代中稳扎稳打，逐浪前行。伙伴们，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大家好。很荣幸能够成为 Zoom 空中课堂招商课的主持人，我是来自至尊宝家族的飞马的妹妹。首先，我要感谢尊敬的泰赫兹创办人严董事长、李董、周总、陈总，泰赫兹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老板全哥，建贤商学院玄冥院长，美丽的高贵王超老师。全球001梁董，至尊宝大家长阿宝高级总监，经理伊丽莎刘龙怡老师，我的上线也就是我的妹妹李恩老师，各大策略委董事以及群里面的世界各地伙伴们，大家现在好。我们常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每一个看似光鲜亮丽的成果，都有一个放弃业余生活和时间的经历，就如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伊丽莎刘龙怡老师。伊丽莎刘龙怡老师，她是一位平凡和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家庭主妇，直到她遇见了我们的泰赫兹，属于这份因爱而行的事业。当她加入公司后，她说："我们都不是销售员。"因为他从来都不把自己当成是在做直销，在卖产品。虽然我们家的公司是直销公司，那到底是什么让他能够破茧成蝶呢？他只是凭着简单的信念，就是相信。他相信公司，相信团队，相信泰赫兹水银，坚持着他的理念。他的责任是转达好的东西，让人人都能够从健康与财富，所以见人他就讲，见人他就分享，只要你愿意喝，他就愿意配合。加上他的用心付出、学习、努力与坚持、听话照做，让他在短短的数个月里面便形成了他的国际性的组织。他还说了，我们在泰赫兹这个以爱而行的事业里，是零压力、零风险、零成本的。我们在这里，只有越分享越健康，越快乐越有福气。只要我们拥有一颗随缘真诚的心去分享，它必定会还你奇迹。其实，我们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的活着。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看似在拼能力、拼财力、拼资源，但实际上都是在拼健康。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今晚的主讲嘉宾伊丽莎刘龙怡老师，来和我们分享健康的重要。有请从来不吝啬付出真心的伊丽莎刘龙怡老师。刘龙怡老师，请掌声鼓励。谢谢，谢谢我们大气从容、淡定自若的主持人美美老师，感谢美美老师这么慎重的把我介绍了出来，感恩热爱学习的你们都准时上线，来先给自己一个棒棒的赞哦，感恩公司后台工作人员为我们打造了一个这么棒的平台，能够让我们全球无距离的在一起学习。感恩我们家至尊宝家族，团队的领导伙伴们互相的互助的精神，互相的配合安排，才能够让我们今晚的分享会顺利的举办。
感恩感谢我们尊敬的太和子创办人严董事长李董、周总和陈总，感恩感谢我们太和子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老板全哥、宣贤商学院的宣明院长、美丽高贵的王超老师、全球001梁董，更加的要感恩感谢我生命中的大贵人，也就是我的上线，也是我的介绍人，大爱无边的至尊宝家族大家长阿宝高级总监，在此借助大家的手，给他们一个感恩感谢的掌声，非常感谢大家。同时呢，也向大家问个好，大家健康现在好。我是太和子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至尊宝家族飞马团队的比丽莎刘荣仪，非常荣幸的今晚能够为大家介绍我们最新高科技的太和子健康水仪。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个互动好吗？加强老师对大家的认识，如果来自国外的线上伙伴们，可以在我们的 chat room 打上555，好让老师可以认识大家。如果有来自我们邻国的伙伴们，可以在 chat room 打上111，甚至来自台湾的伙伴们也可以打上333。哇，原来都真的还有国外的哈，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是国际性的事业嘛，我们水布施是全球的。好，现在我们准备开课咯，你们都准备好了吗？希望大家能够拥有一个稳定的网络，幽静的环境来一起学习。我相信线上的每一位都是最关心、最关注自己与家人身边的健康的，特别是现在全球的新冠肺炎的疫情之下，更让我们对健康的意识大大的提升，追求健康成为了大多数人现在最强烈的要求，也是最热门的话题。那到底我们的健康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钟南山院士说啊，医疗措施医疗措施只能缓解病毒的感染带来的器官病变，尽可能的维持生命状态，最终的治愈依然只能靠我们个人自己的免疫系统。钟南山院士的这句话里，我们明白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人体的治愈能力才是我们获得健康的核心关键。好了，事不宜迟，现在请大家拿出自己最100分的学习心态，最100分的专注的心态，来聆听我们为大家呈现的今晚这一堂课。首先要给大家了解的是水的重要性。请问大家水重要吗？觉得重要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 chat room 给我们打上一个一哦。是的，水的确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而水呢，地球上是地球上最常见的物质之一。水是生命之源，世间所有生命都离不开水。水是所有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而水也是我们生物体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更是啊我们中国古代的五行之一。我们的人体 70% 都是由水构成的，大脑含水量在 85%， 血液与消化液的含水量在 90%。那么大家又知不知道水对我们人体产生了什么作用呢？我们的人体体内的水分呢，是有六大作用的。它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强我们的废物的代谢，会提高我们营养吸收的效率，并且可以调节我们人体的体温，还能够维持我们的机体细胞正常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以及啊促进机体各大系统的平衡。可见啊，水对我们人体是多么的重要。所以啊，大家可别忽视了水，因为我们可以三天没吃东西，但我们不可能三天没有喝水。大家都认同吗？世界卫生组织呢，
WHO WHO 也给了我们的好水有六大的国际的标准，而其中两项呢也是至关重要的，那到底是哪两项呢？在这里为大家讲解的第一大标准就是要含人体必需的矿物质与微量元素，因为水在身体细胞代谢中转的话是需要到钾、钠、钙、镁这种物质来实现的。钾和钠呢是维持细胞内外液三度亚的平衡，而钙和镁呢就是帮助我们的细胞内能量的形成与转换的。所以如果说水中不含有这些矿物质啊，而我们自身又缺乏了这些矿物质呢，在好水再好的水啊也无法被我们的机体吸收达到更好的利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选择使用纯净水与蒸馏水，而世界水热也温馨地提醒了我们，纯净水是不宜长期饮用的，因为对身体会造成伤害。我们需要的是拥有更丰富的矿物质与微量元素的好水。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第二大国际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一定要喝小分子团的水。那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头大了呢？还觉得什么水还有分大分子团小分子团的呢？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摸不着头脑了？是不是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不用紧张，大家李夏武老师会为大家慢慢的讲解，大家要用心的聆听哦。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水分子是由氢碱的作用的，大部分都会以大分子团的结构存在。所谓的大分子团就是一般以16到20的20个的水分子团的构成的。那问题来了，我们到底需要喝上什么样的水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机体细胞，被我们的细胞很好的吸收到呢？而所谓讲的小分子团水，我们又能够到哪里寻找到呢？来，现在请大家聚焦在我们的这一个荧幕上，这里面的这个帅哥仁兄，请问你们都认识他吗？如果有人认识他的，无妨也介绍给老师哦。但是老师就不认识他了，老师就知道他是一位20世纪在80年代经过了10年的研究，而他发现了细胞膜有专门的水通道的，他会控制这水和营养的进出细胞，调节细胞循环的代谢，而这研究让他获得了 Nobel Prize 诺贝尔奖。那他到底是谁呢？他就是我们美国著名的科学家 Professor Peter Agre 彼得阿格雷教授。在这研究发现只有5到6个水分子团的构成的水才能够较好的通过细胞膜水蛋白通道进入到我们的细胞，才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充分的利用。从这研究得出啊，我们人体是需要喝到水分子团小的水，而水分子团小的水生理功效比较强，所以也被称之为活性水。在生活中要获得这小分子团水是并不难的，难在是如何保持小分子团水的稳定性，这也是科学家所面对的难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喝这个自来水呢，我们可以把它烧开100度后，大分子团呢就会变成小分子团水。但是啊，我们哪有可能把烧开100度的水马上喝进我们的身体内呢？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对吧？我们必须要等到它冷却后才能够喝进到我们的体内。就在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小分子团呢它会在冷却后就会恢复成大分子团的水的状态，所以啊，要如何稳定这小分子团水也是科学家所面对的难题。而小分子团水的存在也会因为环境的磁场、水源地的因素难以得到稳定性。因此如果想得到比较稳定性水分子团的水，除非啊，我们是住在冰川地或者是中国长寿村，
又或者是得到一个高科技的专利技术。当然，想要获取这些特殊水源地的水不是不可能的，只是成本会是相当的高，市场的售价也是非常的昂贵的，可以是数百零级到数千零级不等。所以我们也很难能够维持持续性的喝到这些水分子团小的好水。大家有发现到吗？为什么我们平时都喝够水，而依然还感觉到缺水的状态呢？这真正是因为水分子团的大小的缘故。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要喝到一个好水，就一定要喝到水分子团小的好水。这个时候啊，大家是不是开始紧张了啊？我们又既没有住在冰川，也没有住在长寿村，那我要怎样才能够喝到水分子团小的好水呢？稍后再为大家解密，请大家耐心守候下去哦。相信大家不断的听到胎儿子健康好水，并不明白胎儿子是什么。现在让我们来为大家科普一下，胎儿子什么是胎儿子？在这里，胎儿子是我们应用水处理的一种技术，而胎儿子是一个自然界的光线，又被称之为生命光线。它是介于远红外线与微波之间的特殊电磁波，频率介于 0.1 胎儿子到10胎儿子。而一个胎儿子等于10000亿赫兹，大家要记住这个数字哦。在这里也慎重的让大家知道，胎儿子光波是绝对是我们人体是安全的。也许大家对胎儿子技术感到陌生，其实在2004年呢，美国已经把胎儿子技术列为改变世界十大技术之一。而中国在2005年呢，更是高度的关注，大量的研究胎儿子技术，把胎儿子技术列为国家资助重点的战略目标之首。同年，日本更是把胎儿子技术列入为十大关键技术为首位。因此，胎儿子技术呢，已经被广泛运用地到在军事、雷达、机场安检、6G 通讯等领域，而我们胎儿子马公司就是全球首创把胎儿子技术运用在饮用水处理上，开创了全新的饮用水的革命。以下我就是这张图，就是我们胎儿子马自主研发的最先进的胎儿子能量发生器健康制水仪，它是释放 0.96 胎儿子波于我们的水分子当中，从而透过胎儿子波改变水分子的氢碱结构，让我们不但只能够获得了稳定性的小分子团的好水，更是直链排列型的小分子团好水。在这时候，大家是不是可以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啊？是的，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所说的，我们需要喝上小分子团小的水。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胎儿子马公司为我们打造了这一款胎儿子能量发生器健康制水仪器。而我们的胎儿子水仪所打造出来的胎儿子健康水呢，是有两大特性三大特点的作用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我们将普通的水分子团经过 0.96 胎儿子波的超高频率的共振，它不只将我们的水分子团变成小分子团水，而且还是直链型的哦。这样的水喝进我们的体内呢，是可以减少我们的脾胃的运化作用，让我们的水可以快速的透过水蛋白通道进入到细胞，从而促进了细胞的健康。同时呢，我们直链排链型的小分子的共振将会是产生低于 7.6 赫兹的电磁波，可别小看这个电磁波哦。科学家研究发现到，
活细胞只会以低频电磁波5到15赫兹震荡产生共振，而形成生物电进行信息交流。而最新物理化学研究证实，了物质电交流式就是透过细胞透过低频电磁信号来进行交流的。而该项研究也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我们的人脑功能波呢，阿法彼得波的范围呢，就是真正介于在我们的7到8赫兹之间，是不是很神奇呢？因此啊，我们的胎儿池水的话，就是可以使细胞可以产生同频共振，进而呢促进我们的细胞新陈代谢，将它大大的提升了大脑神经元神经信号的传输灵敏性，增强了我们的脑波的频率，而使我们的细胞获得了充足的能量。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喝了胎儿池水，明显的感觉到精神状况与睡眠质量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的原因。所以 0.96 胎儿波的能量在水的作用之下被我们人体吸收后，所以我们身体的改善能量平衡了之后呢，我们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得到了很好的修复与改善。那我们要如何去检视到我们这款好水真的容易被吸收到呢？我们也为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也大家大家也把可以把胎儿池健康水仪请回家都可以做得到的一个试验来的。这是我们把菜市场买回来的一些不新鲜的蔬菜，我们也为大家准备到了一个小视频。从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分别了把它分浸在我们的胎儿池的水与普通水里面，把它蒸泡了10分钟。大家可以看得到，浸泡在胎儿池水的蔬菜呢是明显的新鲜泡满的，而普通水呢浸泡的蔬菜呢基本上啊，它是跟蒸泡后是没两样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呢？也就是说明普通水的这个自来水的分子团比较大。其实啊，蔬菜都是跟我们人体都是一样的，它也是需要到水分子团小的，而这样呢它吸收到呢我们的胎儿池水分呢小，它才能够一样的跟我们健康。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到，其实在这边是有一个视频的，只是可能一下子有一点的技术上的问题，我播放不出来。所以大家如果要这个视频呢，可以跟你们的各大的介绍人各大领导获取。其实呢，为什么你看同样都是从菜市场买回来的不是很新鲜的蔬菜，只是把它分别的正在这个胎儿池水与普通水之后的分别有这么大呢？整个原理就是我们的胎儿池健康好水所制造出来的呢，小分子是直列排列型的好水，所以它是更容易被我们的细胞所吸收到的。它不只是小分子团，而且它还是直列型的。当然，我们的细胞能够吸收到小分子团好水之后呢，自然而然的细胞健康了，我们的人体就健康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为大家介绍的第一大特点。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大特性是什么，就是低粘稠度。我们的胎儿池水呢是比普通水低粘稠低于680倍，大家要记住这个680倍的数字。也许这一刻可能大家也会眼前一亮耳朵一新的，什么叫做低粘稠度？甚至我都喝水喝了好几十年了，根本都没有去知道下水还有所谓的什么粘稠度。老师在这边为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所谓的粘稠度，我们可以怎样感觉到它呢？就是我们如果把瓶子装上了水，普通的我们喝着的开水，如果我们数了或者甚至数星期没有喝呢，我们要去清洗它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摸到一层感觉好像绵绵滑滑的在那个瓶子那边呢？对的，这个就是低粘稠度了。
这个就是粘稠度。所以呢，如果你使用上我们的榻子水呢，因为我们的粘稠度已经比普通水降低680倍呢，所以你就不会这么明显的感受到这一个粘稠度。而这个粘稠度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它就是能够让我们的细胞稀释我们的血液，快速的稀释我们的血液，促进我们的循环，而明显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而且呢，如果你有喝到我们的碳二次健康好水呢，你会感觉到口感是特别的柔滑绵滑的。再来，我们还有三大特点，那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抗菌高达 98%，还可以抗氧化高达4倍，甚至我们还有抗辐射提高2倍，而且这也是抗辐射也是我们在市场上唯一一家能够做到抗辐射的这一个特点。以上这种种呢，我们是可有得到中科院的理化环境研究中心检测报告的。如果大家要得到的我们所谓的检测报告呢，也欢迎大家向你们的各自领导介绍人获取。在我们的太阳紫水呢，除了可以安全让我们使用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大量的外喷，所谓的就是内喝外用啊。所以我们可以让自己、哦、用个小瓶子装上我们的太阳紫健康好水呢，大量的喷脸，可以快速的让我们补充水分，甚至头发全身由头到脚都可以。如果你来喷脸呢，还能够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轮廓，加紧我们的紧实度，还能够改善皮肤的弹性哦，祛斑也非常的快。相信有用到我们太阳紫水仪的女性有斑点呢，她们都感受得到是非常的开心的。而且呢，我们有杀菌的功效，所以我们可以安全的用来清洁伤口以及发炎的部位，甚至它的愈合力是非常的快速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可以拿来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拿来煮饭煲汤、洗碗、去油也很快哦，拿来洗碗的。我们也有几个的是那个验证哦，可以向我们的领导们索取。如果拿来煲饭呢，拿来煮菜呢，那个菜哦，每次特别的好吃的，那个饭也特别的柔绵好吃。以下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使用过我们太和紫水的哦，他们的爱用者的反馈。如果讲到这一些的见证啊，老师从今天讲到下个礼拜还是有的讲，因为在这两年来呢，我们真的有无数的这一些所谓的见证。真正的你看，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一个来自美国79岁的阿姨，她就是使用了我们的太阳紫水仪75天过后，只是这样喝跟喷哦，可以让她的白发变成黑发。甚至来自我们中间这张图片的是来自我们美国大领导 Vivian Kim 大姐，她也是自己亲身的体用了107天，相等于我们3个月的时间。我们都说嘛，3个月是我们的免疫，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流程一个时段。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 Vivian Kim 大姐呢，在使用过后也让她轻易的白发变成黑发。我们人啊，是无法将人起死回生，但是很神奇的，我们的太和紫水仪呢，这个健康好水呢，能够让我们的白发成为黑发，是不是很妙呢？再来看看右边这一张图，这位女士是不是很棒呢？在短短的18天里面呢，就可以显年轻了。我相信这不只是我们女生爱的年轻漂亮，相信、啊、大哥的们呢，他也很喜欢。所以男士们也鼓励多拿一太和紫水仪来喷哦。再来，这也是文明病的其中一种，大家对糖尿病应该也不陌生嘛。而且在现在的文明病当中呢，也是非常的多的，可能年纪轻轻我们也能够听到他们已经是有糖尿病患者了。看看左图这一位大哥，他是在2019年呢开始使用了我们的太和紫健康水仪，制造了太和紫健康好水让自己使用，解决了他数年呐、啊，不只是数年，应该说多年吧。他多年的这一个糖尿病指数是常年都是在这么高的 25.8， 他给我们看。结果呢，在他遇到了我们太和紫水仪之后呢，在22天让他降低了 5.3。相信这个有糖尿病患者的人哦，看到这个数字他们是会很开心的，
因为他们会跟你讲啊，这个是我没有办法下降的。所以这位大哥仁兄呢，也非常的幸运，结果在28天呢，又让他更加低，下降到 4.2， 是不是很棒呢？而中间这位大姐，她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甚至也是一个洗肾的哈，她是每天在家洗水的那一种。而他呢，我们的领导呢去见他的时候呢，他几乎是眼睛已经是模糊的了，模糊看不清，甚至他全身的手脚都已经开始僵硬，不大能够走动的。侥幸的他呢，经遇到了我们的领导呢，我们的领导拿他儿子水仪让他去使用呢，给他去赏识。结果他在数月后呢，不止让他恢复了视力，而且他的伤口也恢复，数月后他还能够出去享用他的晚宴，是不是很开心啊？对于这个大姐来说，能够出门了。而大家再看右边图的这一双腐烂了的脚，几乎是没有一块好肉的脚，它来自哪里的呢？它是来自我们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一个小乡村，名为巴东咖喱，我们的马来语叫做巴东咖喱。他呢就是有幸的哈，也是我们的领导哦，帮他解释了我们的他止水仪之后呢，也让他使用上呢，因为我们说嘛，高人一命胜在七级浮屠，所以呢你看我们也是不是救了人家的脚呢，是不是功德无量。他在我们的使用过后呢，他是3周后的效果是不是很明显的改善。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一般上呢，是不是医生都会叫我们锯掉呢？怎样有办法可以复原呢？但是真正的我们他止水仪就能够做到。再来再看看牛皮癣三个字，相信大家看到牛皮癣这个字应该都会回避三尺吧，因为有见过牛皮癣的人或者自己家人有面对到牛皮癣的人呢，他们都会很懊恼。而且没有中过的人呢，看到有中过牛皮癣的人呢，他们是会觉得我们讲的很得意啊，就是他们会很害怕的。而且这个牛皮癣要去解决它呢也不容易，对牛皮癣的人来说呢，他们会放弃了医治，因为他们都已经面对了10年甚至20年甚至30年到50年的都有。而这位来自Johor的大姐呢，她牛皮癣已经10年了，在使用我们的他止水仪之后呢，13天奇迹发生在她的身上了，是不是很开心？如果你是当事人，完完全全可以感受得到这一个大姐的感受。再来，这个大哥相信不用我介绍，我们都认识他吧？没错，他就是我们的周丁大哥。我们周丁大哥呢，也在2020年呢，为自己体验了这一台这么棒的健康水仪，也让他呢，从此改善了他的这一个血糖的问题。再来，老师先要说声对不起哈，如果以上的这些图片呢有让大家感觉到不舒服恶心的，是非常的抱歉，要说声对不起。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放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拯救一个人啊，因为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的他止水仪是能够帮助到他的。而这位大哥的脚是什么原因啊？也是因为这个糖尿病患者，是严重高度的糖尿病患者。好，这个脚已经准备是说要锯的了，但是呢我们说不妨你也试试看，用太喝止水呢，大量的喝，大量的喷，而且还大量的拿来蒸泡，结果奇迹发生在他身上呢，整个脚趾都可以完美的保留下来，是不是多么的棒啊？再来右边的这一张图是我们的周丁大哥，也是很有爱心的分享给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一个友族。这个友族他面对了什么问题呢？他就是他的手面对了11年的皮肤问题，也看了无数的医生，但是医生讲不到他的手是面对什么问题。他也不是我们所谓讲的富贵手，但是呢就正好呢遇见了我们的周丁大哥呢，在使用过后的2个星期明显的得到大大的改善。所以如果这双手是我们自己的老婆，我们的女朋友，你觉得开心吗？值不值得？这个呢就是我们不断的讲我们的胎儿池水仪，我们的胎儿池健康好水，这个就是我们的面貌啦，这个就是我们胎儿池的面貌，是非常棒而且非常轻巧小个的，方便携带。
而且呢，我们这一台水银呢，可能够让我们全家人使用，甚至我每次都讲了，我们整条村都可以用啊，因为它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在我们的马来西亚的价格呢，才区区的4800而已。大家试想想，一个4800的价格可以换回啊，可以救回刚才我给大家看的那一些脚啊，那一些皮肤啊，是不是很值得？简直是超烂值得，对不对呀？所以呢，我们讲一次性的投资呢，可以长期的使用，而且它也非常的耐用，我们用到资金哦，也没有任何的损坏，所以是 quality 是非常棒的。再来呢，我们的公司呢也非常的细心，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一个好水，首先条件也是要有一个干净的水，对吗？所以呢，我们公司也赠送了给各位的一个是最新科技的陶瓷滤芯净水器。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带上它，随时随地都能够使用到一个好水，然后再用上我们的这个太和子水仪呢，打造太和子健康好水，还记得吗？小分子团小的好水。再来呢，为了让大家呢在制造水过后呢，能够安全干净的流放着、存放着使用呢，我们公司也很细心的赠送上了一个太和子水仪嵌盖给大家，是一个非常美的哦。它是为了方便给我们，做制造水过后呢，我们可以存留，可以过后再喝。再次声明哈，我们的太和子水仪呢，它不是净水产品。所谓的净水产品，就是我们所讲的 water filter，就是水机、过滤器之类等等的。我们不是哈，我们只是在你购买太和子水仪器呢。的里面，我们会有赠送你一个小小最新科技的那个陶瓷的过滤器水，那个水仪器给你们。所以呢，我们真正陶瓷健康水仪呢，它是一个 device，也就是一个电子的仪器，主要呢就是打造我们在平时我们生活当中所喝上的水，经过3分钟呢，就变成了有太和直播能量的太和瓷健康好水。所以呢，我们的太和子健康好水呢，经过了这一个改造呢，是不会改变我们水中的物质的含量的，它只会改变我们的水分子结构与能量状态。你这里呢，我们也是其中的两个的专利证书。什么专利证书呢？就是获得了发明专利证书以及运用技术应用在水的领域的这个专利证书。同样的。大家要各自，我们的证书呢，可以向我们的各大领导，甚至你介绍人伙伴，获取这一些。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大家有去思考一下吗？有没有问一问自己，到底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财富吗？是健康吗？是爱人吗？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对吧？再来看看。我们其实人就是责任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说首先要爱自己，你要对得起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负责，这个才是一个责任。为什么这样讲呢？只要你顾得好你自己，你是不是对我们的父母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孝心？父母把给了我们的这一个美好的身体，而我们糟蹋它，是不是很可惜？只要我们照顾好自己，也就是对父母的一种的孝心的表达。而且呢，我们照顾好自己也是对孩子的一个责任，一个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呢，将来会长大，他也不需要去担忧我们。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只要顾好自己，那么就是最好的一个孝了。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我们为了爱每一个人呢，对社会尽一份微薄的力量，就是每个人顾好自己的身体，那就是已经是最完美的。所以啊，不要等到哦要失去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不已经来不及了。尤其是什么，金钱失去了，我们能够重新的再赚回来，再找回来。而我们的健康呢，如果真的失去呢，真正的你可能有钱是可以买到吗？相信大家会讲说，有钱也未必买得到，对不对呀？你只能够是花了很多的钱，但是那个命从此也不再回来了。那么呢，
为了自己哈，为了家人，我们也请哦，大家可以请一台太子水仪回家，来成为我们更多的这个水富斯文化的倡导者，让自己喝上好水之外呢，可以让家人甚至身边的人，甚至跟你有缘的人一起喝上好水，富斯天下，是不是很有福气呢？所以呢，有健康才有幸福，有幸福呢，才有不会遗憾的人生。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健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要帮助除了自己之外，身边家人之外呢，我们要帮助更多无数的人一起健康，这才是了不起。就是好像你一个人有钱是没有意思的，但是一群人一起有钱是不是很开心？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享受生活，然后一起去旅行，对吗？一起吃好吃的，这个才是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一个人的布施是很闷的，也不好玩的。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一起参与我们，来成为我们的加盟，我们成为水布施倡导者，一起把这么好的水传播天下。我们的目标是全球一亿家庭，所以要把握机会哦，赢定未来。不要让自己错过这么美好的时机，我爱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我也祝福大家年轻永康，心灵富足，生活圆满。现在请大家的聚焦到我们的能言善辩，口齿伶俐，落落大方的美美老师，有请美美老师，谢谢大家。哇，谢谢我们的伊丽莎老师。我们现在以热烈的掌声来谢谢我们的伊丽莎刘龙云老师的用心及精彩的解说。有一位哲学家叫柏拉图，他曾经说过，我们人生有三大财富，第三财富就是财产，第二财富就是美丽，第一财富当然是健康。尤其是现在的疫情下，健康才是王道。好了，相信在群里面的朋友伙伴们一定会说，这些都是你们说的，都没有什么证明。好，在我还没有介绍我们的分享嘉宾出来之前，在这里我也想和大家探讨一下，在我们太太制的领域，很少有年轻人会参与，因为他们都不太相信喝水是有很多好处的。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爱喝水，觉得水是一个非常难咽下的饮料，他们喜欢喝稀奇古怪的饮料，比如说珍珠奶茶之类的。他们似乎 也忽略了自己健康这一块。其实健康不只是属于年轻人、老年人或者有病痛的人，健康是属于所有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很荣幸呢，请到一位大学生来和我们做分享。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Angela Leong， 他是一名法律系大学生哦，国家未来的主人哦，年轻有为。让我们听听这位大学生用了太和之水后的见证。欢迎我们的 Angela Leong。 已经 unmute 了 Angela okay， 在吗 Angela？ 在 OK 好。嗨，各位好，尊敬的太慈创办人严董事长李董、周总和陈总，产业有限公司老板陈哥，建贤商学院。哎 ，sorry 啊，又没有声音了是吧？嗨，来啊 ，Angela， 听到吗？听到吗？啊，听到，不好意思。OK， 好的，没关系。啊，才来。啊。美丽高贵的王超老师，全球零零一梁董，至尊宝大家长阿宝高级总监，我的介绍人伊丽莎刘荣仪老师，各大策略委董事们以及群，大家好，我是 Angela， 我今年23岁，我是一名法律系的毕业生，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呢，我就想说，一开始我是自己不是很相信这一种。科技，毕竟伊丽莎告诉我的时候呢，我都觉得现在的安迪都很容易被外面的话被骗，所以我就抱着半信半疑的心去尝试这个东西。
结果呢，我自己本身是一个长期便秘者，就我可能一个星期里面3到5天都有可能是没有办法上厕所排便的。然后我就不妨也去尝试一下这个钛合质水仪，因为Eliza 也时常告诉我，其实你试一试嘛，就是试一试也没有坏。然后我就抱着一个尝试的心去 try 了过后呢，我自己本身现在其实是喝了有大概1年，然后我的便秘问题呢，真的是就是完全已经被改善了，就是我现在是可以每天早上起来自己很顺畅很自然的就去厕所排便。所以我就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在这里呼吁各地的年轻人，呼吁大家呢，就是鼓励大家不妨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就是钛合质水仪这个东西呢，其实它目前对我来说就是百利而无一害的，所以不妨我们抱这个试一下的心去给一些新科技一个新机会，然后 try 一下，就自己亲自喝了，你才会 feel 到那个改善在哪里。所以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在这里鼓励还有呼吁多一点的年轻人呢，去尝试一下这个新科技，不一定安迪啊，说不如我们分享就到此。然后我就是更多年轻人是不妨尝试一下这个水仪，就这样，谢谢大家时间。好，谢谢我们的美女大学生，听了这位美女大学生的见证是不是很棒呢？从怀疑到相信我们的钛合质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亲身体会才会知道其中的奥妙。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健康是我们一辈子的事，我们千万不要和健康讨价还价，因为我们是输不起的。好，接下来第二位分享嘉宾是我们来自马来西亚沙拉瓦礼貌的美女老师 Jenny Lau， 让我们听听她自己的见证。欢迎我们的美女老师 Jenny Lau， 欢迎。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尊敬的钛合质创办人、原董事长李董、周总和陈总，钛合质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老板全哥，健全商学院学名院长，美丽高贵的王朝老师，全球001梁董，至尊宝大家长阿宝高级总监，我尊敬的舍琳姐，各大策略委董事们以及群里面的世界各地伙伴们，大家现在好，我是杰妮，来自东马林梦至尊宝小早团队，我是今年5月份加入钛合质公司，感恩让我遇见钛合质健康水，我很感谢我生命中的贵人的呢，把这么棒的钛合质好水介绍给我，让我全家都能喝上好水。首先我要和大家分享我是如何加入这个钛合质事业。我本身是一名小学补习老师，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11年之久，学生也有很多，所以每天教课时都要站上好几个小时，课结束后又要忙着批改学生的课业，一天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都跟时间赛跑，所以缺少休息和喝水，因常年累积的压力造成了我自己的健康渐渐的亮起了红灯，因为没有足够的休息，这导致我的肩膀酸痛了很多年，也没时间去理它，就自己做医生，还以为只是普通的老毛病而已，却没想到就在去年的一个晚上，我的手臂突然疼痛得特别的厉害，那种痛是旁人无法体会得到的。自从那天开始，我便看了许多医生，也吃了不少的止痛药，照了 X-ray 也是找不到病因，所以我只能靠着止痛药长达6个月，
我也尝试去做物理治疗，但还是不能改善我的问题。夜晚常常因为痛到不能入睡，体重也一天一天的下滑，让我非常担心起自己的健康。直到今年的四月份，我做了 CT scan， 才知道我左边的肩膀长了1厘米的骨刺，骨刺已经压到了我的神经线，所以我的手就不能自如的应用，做起事来非常的不方便。我曾经请求过医生帮我做手术，但是我两次都被医生拒绝了。就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我的贵人人呢，把这台高科技泰尔兹水仪介绍给我。当我收到这台水仪器时，就被它的独特的设计给吸引住了。当天我就开始大量的喝和碰。自从有了这台水仪器，改变了我对喝水的次数，每天都会喝上3公斤的水，甚至于更多。刚开始饮用水时，我越喝越渴，所以我一天能喝上4公升以上的水。在饮用水的第三天，我的手臂比平常更加的痛，我知道这是好转的反应，所以乖乖的继续喝，却没想到在短短的2个星期里，我的手痛的问题慢慢的改善了。我很感谢这台水仪器，如果没有它，我相信我还在吃着止痛药。除此之外，饮用好水也改善了我多年扁头痛的问题。还有让我觉得更惊讶的是，我水流也因此不见了，我的脚趾也从暗淡的颜色转换成亮丽的颜色。这养生水太棒太神奇了，现在我对这水信心满满。这个疫情期间，因为不能面对面教课，所以我开始送水给身边的亲朋戚友们喝，也大力的分享了我个人的见证。喝上好水的客户们也改善了他们多年以来的健康问题，大家也陆陆续续各自请来回家。这时我才发现到这台水仪很了不起，不但可以给我全家喝上好水，还可以送上水给亲朋戚友们喝。所以我想告诉各位伙伴们，通过喝水而已，让我找到了健康。希望各位伙伴们不要再考虑了，因为健康比水仪更贵。今晚听了我的分享之后，快快请一台水仪回家吧。我希望更多的伙伴加入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公司有非常棒的平台和系统，让我们非常容易的学习和明白。只有这个事业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平台发光发热，让我们一起送好水，送爱心，送健康，送财富，水不湿通天下。今晚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回给我们今晚的主持人，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棒非常棒，谢谢美女杰妮拉老师。其实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许多东西，但却证明了我们太和之水的功效和想要的财富。接下来我们来邀请第三位的分享嘉宾，他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Joyce 老师。Joyce 老师是一位非常勤奋的女性，她也是一位正能量代表。欢迎我们的 Joyce 老师，掌声欢迎。谢谢我们的金牌主持人妹妹老师，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Joyce，很荣幸被邀请成为今晚的分享嘉宾。首先我要感谢尊敬的泰和兹创办人严董事长李董、周总和陈总，泰和兹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老板全哥，健贤商学院学名院长美丽高贵的王超老师，全球联名义梁董，至尊宝大家长阿宝高级总监，我的大贵人上线 VB 和领导伊丽莎老师，大家各地伙伴们，大家现在好。今晚我要分享本身和丈夫的见证。我被无敌险
折腾了十多年，病发时痛痒到难以形容，尤其是在热烈的高空下更是受不了。我经过的地方必留下白白的皮屑，直到遇上太和之水，喝上了大半年才得到改善，皮屑少了，皮肤也改善了许多。想问群里的朋友们，是否知道牛皮癣也影响指甲？一般所说的指甲病变，在不知不觉中也得到改善。用太和之水喷脸、泡手和泡脚，效果比较快。起初三个月也觉得没什么改变，喝着喝着，皮肤和指甲有明显的不同。所以啊，群里的朋友们，在你们开始要饮用太和之水之前，记得拍下照片，不然以后要用作见证就拍不回了。没想到只是通过喝好水就能够有如此的改变。在我之前，我也是不喜欢喝水的，花了许多钱在中医西医和各种的保健品上，钱花了，问题是没有得到解决。在两个月前，我把我吓坏了，以为患上 COVID， 幸好经过检验呈阴性。我深信也是太和之水的功劳，因为它能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再来就是我丈夫，他也是患有糖尿病，自从喝了太和之水之后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他的鼻鼾声也有改变了，变小声了。感恩公司研发了这么好的水，让我的家庭活益良多，也帮助到很多人。我会将公司美好的水故事传承下去，送好水，送爱心，送健康，滋润每一人，福泽千万家。谢谢，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我把我的麦交回给我们的金牌主持人妹妹。谢谢。谢谢 Joyce， 谢谢 Joyce 老师的分享。其实人生在世的时间真的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健康。我们只要有了健康，想要做什么都行，对不对呀？很快的，现在来到我们最后一位分享嘉宾了，他也是来自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 Angeline Bay 老师。其实 Angeline Bay 老师他本身有蛮多的见证，那么让我们听听今天老师会说哪些精彩的见证。有请 Angeline Bay 老师，有请。谢谢今晚的金牌主持人，我们的妹妹老师。我是来自西马雪兰莪州的 Angeline Bay， 非常荣幸被邀请来这里分享太和池好水。感谢我们尊敬的太和池创办人严董事长李董、周董和陈总，太和池马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老板全哥，健前商学院学名院长美丽高贵的王超老师，全球001梁董，至尊宝大家长阿宝高级总监，我们的介绍人 Phoebe 以及领导 Elisa， 各大策略委董事们以及群里面的世界各地伙伴们，大家晚上现在好。我是在这个今年的四月份接触到这个太和池好水，本身是一个严重脊椎骨侧弯者，严重到在生了小儿子后2001年经历了三次的大手术。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手术是在大约20小时完成，输进了大约20包的血进入体内。第二次也是一样，10多个小时10多包血。那第三次是因为第二次有个小意外，有一颗小小的螺丝靠近血管，医生说如果不做这个手术把螺丝调正，那里面内出血啊，当我能够走路的时候里面内出血，那就会造成生命的危险。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再次的做这个手术。记得手术后在 ICU 里面那种疼痛非笔墨难以形容，就是它比阵痛和生产还要痛。但是荣幸的是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手术，也就是说这
以前生了老二后，我的侧弯，脊椎骨侧弯影响到我坐在地下、跪在地下或者躺在床上，必须扶着起来或者靠着双手的力量才能够慢慢的站起来。那在经过另外两位孩子的出事，所以严重侧弯到医生说，如果不做这个手术，轻轻的碰撞就会导致他整个脱了，就会有生命的危险。从今以后，我就是那个 Ultra Woman， 而不是很有力气、很健康的妈妈了。由于环境的关系，我必须在双手下一个人把四个孩子拉拔长大。记得手术后的当年，也就是2001年的年尾，医生说手术后你只能够过轻松的生活，可是当时的环境不许可，所以呢很多时候都是在很痛的情况下，精疲力尽的情况下一直挨，所以日子在平淡中度过，也非常的感恩孩子们都渐渐的成长。可是到了老大和老二中学的时候，在机缘巧合下，我就从事了产业买卖。换句话说，我的工作量更大了，日常生活更加的忙碌，幸好有孩子们的帮忙。然后由于这个脊椎骨侧弯的问题，也导致我的血液循环不好，月事是很乱，不是一年四季，也不是每一个月来一次，而是三四个月，远至六七个月。那当他要来，来不到、来不出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呢？我失眠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后，第二个星期，我整个变成很忧虑，很 negative， 所想的都是不好的，没有的都会被我想到有出来变成不好的。平常乐天知命的我就这样倒下了，变成很多事情都需要先生和孩子们的帮忙。记得严重的话可以导致我六七个月就是这样过，这样的度过，所以我非常害怕失眠。可是我从来不看医生，因为害怕看医生，害怕吃药，不管如何的疼痛我还是挺过来了，就是一直忍着。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做功课很慢啊，幼儿园的时候不到半个小时，我就会催他们拿手弹，他们催他们快一点，因为我的背后非常的酸痛。可是没有想到在这个四月份接触到这个太赫兹好水过后，我才发觉到水的重要性。我竟然喝了这么少的水。BB 每次从澳洲打电话来问我喝水了没有，他希望我一天喝五个 liter， 我常告诉他说喝五个 liter 拿命收，就这样。在几个月后，我特地去量看我一天可以喝多少的水，竟然在忙碌的时候到了六七点，两个 liter 还没有喝完。可是奇迹地，我的身体越来越有力气，越来越强壮了。最高纪录我竟然能够做四到五个小时或者更多，并没有疼痛，而是酸痛罢了，只要扭扭捏捏或者松一松肋骨就好了。你们说这个水棒不棒？而因为更年期的问题，今年我的体重最高纪录是 77.8，也就是出现了湿气很重、水肿，整个人看起来超级难看，而且很笨重。因为我的性格是比较急的，走路也因为手术没有180%的把那个脊椎骨拉直，走路总是不平衡，如萌萌碰碰撞撞的，就导致跌倒或者是撞到黑青。但是感谢神，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大意外，就这样度过了。然后呢，我也发觉到几个月后我竟然今天只有67公斤罢了。换句话说，
我在这半年里面已经减了大约11 kg， 11公斤的体重，非常非常的感谢太和池水泥。还有在喝了2个星期后把马来西亚放行的时候，我跑去探望我的妈妈，我妈说，诶，怎么你的脸看起来黑斑和雀斑好像淡化了一些，当时我一点都不相信，也没有想到是太和池水的功效。可是我的妹妹小妹也说的确是淡化了一些，从今以后我更加勤劳的碰脸，但是我还是做不到喝多水。在这半年多以内，最高纪录4个利特也不到10天，很多的时候都是2到3个利特。可是太和池水的爆发力真的是很让人意外，也是很让人惊喜。我竟然把，我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人体器官渐渐衰老，我的疼痛会更加的加深。有时候会想，我该怎么度过我的晚年，我该怎么办才好。可是真的，这个太和池水救了我，也救了我们的一家人。我还有一个很棒的见证，就是有一位亲人，他因为事业的问题导致生活失去了重心，然后因为压力的问题身体也起了健康的变化，也就是说不大会出汗了，而且能力也减退了，也就是说有一些阳痿必须靠一粒小药丸。可是呢，没有想到喝了太和池水的2个星期后，他竟然重整雄风了。我还有另外一个见证，就是在这喝太和池水的期间，因为喝的少有良好的反应的时候，也就是说因为职业关系长期听电话，我也比较长期，那么我有扁头痛的问题，这个疼痛导致我的视力左边的视力模糊，一直以来我的左右手都是没有力，因为我手术的疤痕就在骨髓的旁边，经过腋下再来到背后的中间，第二刀是肩膀的 level 来到下面，来到尾龙骨那边。所以呢，种种的健康问题都喝了这个好水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善，甚至于差不多好完了。这个扁头痛，记得有一次在半夜的时候我被痛醒了，就下到楼梯，迷迷糊糊的下到楼下，就拿了药膏擦在左额头颈肩，可是还止不到痛，而且这个药膏是在它在买过期了，我自己也不知觉，松很自然的，我的那个 roller 那个棒，按摩棒木做的，我拿起来就直接推我的手，整个左手肩膀很舒服啊，换句话说很大力。谁知道第二天我的皮肤红肿了，额头也是红肿了，浮肿起来，肩颈奇痒无比，然后我的手全部都是黑青，怎么办呢？先生说不要紧，试一试太和池水吧，多碰。我因为有皮肤敏感，所以再也不敢擦药了，尤其是辣的风流之类的，所以只好乖乖的听话，一记得一得空就碰太和池水。没有几天这个红肿消失了，扁头痛也随着喝了太和池水而好了。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公司，也非常感谢南统把这个这么棒的水带到马来西亚，尤其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光荣，这个水泥竟然是来自中国，能够造福人群，带给人们健康。不但如此，在喝了太和池水2个星期后，我的26岁的女儿老二在事业中的时候，到我们这里附近的安坤西地跟朋友吃饭，吃了晚餐好几个小时，回来后的第二天，他忽然之间打电话来给我，告诉我，妈咪，
我那天跟朋友吃饭，他打个电话告诉我，我不小心中了 COVID-19， 你赶快去做个 swab test。哇，我整个人吓了，脸都青了，在想完了完了，一家六口肯定中了 COVID-19，整个人慌起来，然后就问他老板怎么说。他说老板说如果没有任何的症况，那个报告出来是 negative 的话，那继续做工再多十天或者两个礼拜再做多一次，没有的话那是很好。那么没有想到他做了两次都是 negative， 我们一家六口，我们一家人都没有中 COVID-19， 也有伙伴们在喝了太和池水没有多久，高血压的太太在公司里面中了 COVID-19， 因为 COVID-19 变种了，所以呢不单止外劳中了， office 的人每个都中了，那么他把这个病症带回家，一家四口里面年长的女儿刚大学毕业，小女儿也是刚进入大学，他们两个竟然没有中 COVID-19， 只有与他睡在一起的丈夫得了轻微的伤风罢了。那么丈夫就全天候的照顾太太的喝水量，太太的症状就是头痛，没有了味觉，伤风发烧等等，但是经过大量的太和池水后，最多大约五天他就完全痊愈了。而他的先生说他的轻微的伤风一下子就好了，所以他说这个水非常棒，因为眼看这四周围的人死的死，严重的严重，还有很多的后遗症，就是说他们虽然康复了，可是还有很多的后遗症，所以呢他非常感恩我们把这个太和池水仪介绍给他，也看到越来越多身边的人透过这个这么棒的水的康复，自己也感到非常的开心。我本来是从事产业买卖的，但是当中也时不时会介绍这个太和池好水给亲朋戚友们。我想我的分享大概也说的差不多了，我想鼓励大家听了我的分享后能够赶快把这一台水仪请回家，因为只有区区的几千块，不但只个人能够得健康得美丽，真的是一家人受益无穷，这个投资太值得了。而且现在疫情当中，我们非常需要有一个健康的强的免疫系统，那么能够透过喝这个太和池好水，把重金属和毒素还有多余的油脂、胆固醇等等排出体外，让我们的细胞更加的有活力，更加的健康，那是多么的可贺可喜。最后我祝福大家身心灵平安健康，赶快向你们的推荐人请一台这么棒的 6G 水仪回家，谢谢大家。现在我把这个棒子交回给我们的金牌美美主持人，谢谢大家的时间，我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谢谢。有什么说的谢谢我们 Angeline Bay 老师的分享，非常非常的精彩，其实钱可以买到福分，却不能买到我们好的智慧，钱也可以买到医疗，但是却不能买到我们好的健康。只要我们喝得对，喝得够，就可以看到好的效果。你们说我们太和池的水是不是很神奇呢？我们听了老师们的分享，是不是有一些心动呢？我们心动不如行动，在群里面还没有买水仪的朋友们，赶紧请一台水仪回家，试一试它的神奇之处。